找你，做你所畏惧的那一夜。其实反而第二天不紧张啊，因为有知道我的好兄弟们来助阵啊，觉得大家就是欢乐唱一波，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唱一波，真的对啊，我觉得蛮轻松的，很开心看到大家。然后其实重要的是可以帮我分担一些歌啦。我想说小赖，你要不要插播一首娘娘腔？我说我可以，我可以切掉一首给你唱。罗律师说维京，你们要不要唱北极光看卡拉夫都可以，太 free 了。如果你们想要唱，我就自己拿掉一首，因为我请你拿了。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每次敲完无间情什么时候会合体表演这些歌曲，我们其实一直想要留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 moment， 然后大家就讨论之后觉得要在我的那个 legacy 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动。然后但我觉得这次的表演不是最最完整版的，因为我希望到时候我们无间情可以开演唱会的时候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表演。今天只是一个怎么讲暖身，这个那个开胃菜的感觉，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稍微让大家知道无间情如果到时候开演唱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对啊，我们一进来就是慢，但是可是如果去焦聚蛋，或许小赖就不会列入考量了，只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刚刚彩排的时候，林九说小赖的声音可以帮我 mute 掉吗？因为他都觉得很烦躁，对吧？有一点。没有，如果明年再上小巨蛋的话，我就会请一个跟我声音很像的合音在后面。但是小巨蛋可能我们会拖音，先乱开，乱开支票，有可能。对我来说，你有多美，爱你不要的取材，觉得是因为你不在，想到你等着我回来，就好像快离开。你想留下来等姿态，生命其实快乐悠悠，但当我需要你从来不及。 All day 忙着你，有你陪就不会累。 All day 不累就是那么纯粹，爱要谈一场过节，为了爱自暖面彼此陶醉。 All day毕竟他是老板，老板啊，对啊，没有老板就是用合约压我们了。对，十年内只能在我演唱会唱，如果他们在其他的地方唱的话，会有很高的违约金，跟我会请法律寄那个信给他们。好，这还是要公私分明，对不对？对，公私分明啊，虽然是朋友，但是在工作上我们没有啦，看，其实我们没有讲好，我们开玩笑，我们没有真的特别去聊到这一块，只能刚好时间点碰到在这个时候。然后大家就说愿意来在这个时间点这样子唱，对。所以其他人来是有配的吗？有给钱吗？当然没有啊，没有哦，那应该都在我身上，寄给林九。你有？对对有。所以其他人真的没有吗？我们有吗？我不知道啊，我是不知道。我没有，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在意。其实我跟你们说，这代表我们无间情的感情有多好，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个。对，真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在意。哎，你可以配合一下吗 ？OK， 没有，我们今天免费，他下一次就是要免费来我们这边。对啊，对啊，我不想啊，他们好爱办。